小朋友们大家好，还记得我们吗？我是小象艾米丽，大家也一定记得我，对不对呀？我是谁呢？我是小猪佩奇。今天我带了好多好朋友跟大家一起来见面。乔治，你在哪里呢？我在这里，绝绝，快来跟大家一起见面呀。哇，我们的小猪佩奇跟乔治过来跟大家见面咯。他们两个都有一个猪鼻子，以为他们都是小猪，对不对？猪有英文怎么说呢？大家跟我一起大声的念一遍吧。 Pig 猪 Pig 猪 Pig 猪。小朋友们知道我们的英文名称了吗？还有我，还有我，这个黑黑的是谁呀？小朋友们的记性真差。我是小狗丹尼呀。哇，原来是我们的小狗丹尼呀。我们的小狗丹尼是个小狗。狗用英文又怎么说呢？大家跟我一起大声的念一遍吧。 Dog 狗 Dog 狗 Dog 狗。小朋友们见到你们真开心。小朋友们也一定没有忘记我，对不对？我是小兔瑞贝卡，你们还记得我吗？哇，我们的小兔瑞贝卡来了。小朋友们一定记得我们小兔瑞贝卡，对不对呀？这位是我们小兔瑞贝卡的妈妈。哇，他们都是小兔子。小兔子，兔子用英文又怎么说呢？大家跟我一起大声的念一遍吧。 Rabbit 兔子， Rabbit 兔子， Rabbit 兔子。小朋友们，今天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咯，记得点击关注我们，让我们下期再见吧。再见。